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Denai。就是设计的我们都喜欢。是的，就是不要那种太公主裙的就行，还是要好看的了。如果要设计裤子的话，拜托帮我设计高腰裤，不要像今天这样的勒裆。我也完成了、啊、你没有完成，我吃吃睡睡长胖了。真不错。哥哥是你说呢？你非常好，他、啊、哥哥完成了。我真的有幻想他就站在这里说的那个很少的话。哥哥完成了。我觉得录制亲你的时候我们更像是个人战，然后在录制非常派对的时候是我们的奈作为一个团体，这是我们的团综，然后在其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感情上的升温吧，就是慢慢的出来一些更多的互动啊，纠葛啊，喜怒哀乐啊，打打闹闹啊，爱恨情仇，反正就是很精彩了。我们的互动也很，就是像我们一样，就很 real， 很大胆啦，就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王思龙老师就是小天才型，很好听嘛，然后那些专业的呢我就不讲了，反正就是合作的也很愉快，跟着汪苏泷老师学了很多东西，然后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很亲和，没有架子嘛，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去录制的时候。这首歌呢也已经上线了，然后也有手势舞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耶，这叫我们的那个手势舞。谢谢。我会讲陕西话和重庆话，但是我会讲四川的自贡话。我来讲一句啊，很有特色。我们自贡人说话从来不翘舌，因为平翘舌，因为自贡人是平翘舌平仄不分，就平舌的话他们要说卷舌。